改革开放初期，生机盎然，中国农业银行立于时代潮头，几间平房，几台危机，一腔热血的拓荒者从此踏上了艰难无阻的拼搏之路。从1983年开始，农行科技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危机开路、应用先行的电子化建设方针，结束了手工操作的历史，先后实施了同城网络建设和大中型网络建设，带来了农行电子化建设的快速成长。上世纪末，农业银行为加速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轨，于2001年率先提出一个系统、一个中心的目标，自主研发推广新一代综合业务系统 ABIS， 先后成立了独立的软件开发中心和数据中心，组建起专业化的研发和运维团队，相继完成省域数据集中和全国数据集中，实现了全行一本账，使农行真正成为一级法人银行，信息化综合实力跻身同业先进行列。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飞跃发展，农业银行以科技为动力不断前行，一路超越，业务规模以年均30%的速度快速增长，核心系统日均交易量达到1.8亿笔，不断增强的信息科技能力支撑了全行2.35万分支机构、近400万台自助设备实时联网交易，为300万法人客户、4.2亿个人客户提供了持续稳定的金融服务。农业银行建成了亚洲一流的数据中心，在四大行中率先通过 ISO 20000和 ISO 27001双认证，在反向路演过程中，数据中心的运行保障能力赢得了投资者的充分认可。通过多年的积累，农业银行逐步建立起总分一体、业务技术紧密联动的生产运行体系和应急灾备体系，特别是在汶川、玉树、雅安、岷县地震和吉林暴雨等自然灾害发生后，农行科技人果断应变、高效行动，奔赴前线，在同业中率先恢复灾区的金融服务。农业银行的科技服务保障能力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。围绕着面向三农、城乡联动、融入国际、服务多元的发展目标，农业银行信息化建设坚持自主创新，建立起门类齐全、功能丰富的应用体系，不断深化网点集中联网、城乡联动的竞争优势，在广大农村大力推广以惠农卡为核心的金融产品，推进金穗惠农通、万村千乡、村村通等重点工程，搭建移动营销和服务渠道，为三农客户提供便捷实用的金融服务。一张小小的银行卡，一台挂在村里的自助宝，不仅给农民带来生活上的方便，还成了致富的帮手。而农业银行既开辟了新市场，又获得了好口碑，服务三农的新理念带来的是多赢的结果。通过信息化手段搭建客户综合营销平台，牢牢抓住一批优质客户，中国500强中前100名的企业有67%与农业银行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，不断吸收信息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，完成了从存折到银行卡再到电子银行的进化，快速抢占市场先机，建成了集新技术成果于一体的智慧网点，引入了互联网基因，以用户体验压倒一切的理念，不断优化客户服务体验，完善了与客户对接的最后一公里。农业银行运用科技力量支持了信贷网上作业，运营三大集中、财会综合改革、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等多项全行重点工作，实现了内部管理的精细化，基础管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。信贷管理系统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。通过信贷管理系统，我们完全做到了贷前与贷后档案电子化管理，并且实现了受理、调查、审查、审批一体化管理，贷款流程也简化了很多，有效地降低了信贷风险。
在运营集中平台的支持下，我们真正做到了前台前移、中台上收、后台集中。网点的复杂业务呢，和非即时性业务都上受到后台集中处理，分流了柜面的服务压力。临柜的操作风险引发的案件数量呢，也大幅的下降了。农业银行始终坚持以我为主、自主研发的发展方针，搭建了一局两中心的组织架构，实现了科技管理的集中统一和开发、运行、测试的专业化运作。通过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的锤炼，逐渐磨砺出一支技术精湛、业务精通、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队伍，相继涌现了以十八大代表叶佑生同志为典型的先进人物，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获得者，不胜枚举。30年来，农业银行连续多年位列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前10名，获得人民银行科技发展奖164项，并多次获得集团信息化建设成就奖、最佳技术战略奖等荣誉。他们爱岗敬业，甘于奉献，勇于创新，追求卓越，是农业银行科技竞争实力的核心。未来，农业银行将按照科技先行战略，把信息科技工作摆在全行战略发展的优先位置，做到科技工作的5个前移，即战略前移、规划前移、标准前移、需求前移和服务前移，实现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，强化科技创新到金融创新的传导力，加快推进播音系统建设，全面实现核心业务系统的升级，支持以客户为中心和产品快速创新，改善管理能力，满足市场、客户和内部管理的要求，探索运用前沿科技，努力构建平等、自由、开放的互联网经营平台，加快实现经营管理全面互联网化，打造线上与线下协同、虚拟和实体融合的新一代智慧农行，为员工搭建成长平台，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，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，是农业银行坚守的孜孜追求。励精图治数十载，中国农业银行信息化建设之路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农业银行科技人秉承科学发展、追求卓越的奋斗理念，立于时代的前列，以智慧与创新并举，推动一流现代商业银行建设之路不断向前。